你们猜外国人来日本喜欢去哪里买东西呢？This episode is sponsored by Bagage. 外国人来日本常常会去的一家店叫 Don Quixote。Don Quixote 就是我们到处都有的平价商店。Don Quixote 卖的是食物、衣服、相机、商店啊，不是 Don Quixote 卖的是食物、衣服、化妆品、家电、相机，很多。Don Quixote 可以接受7国货币，当然有台币哦。它是一家免税店，但是因为免税的方式有一点复杂，所以请你们自己上官网看中文版。虽然有一些东西在台湾也可以买得到，但是价格差不多贵日本的2倍。Don Quixote 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买东西如果零钱不够，柜台有一个 Just Box，最多可以借4块日元，然后不用还哦。我上次回日本的时候，特别有问店员，外国人最喜欢买什么？居然是 Pocky 跟 KitKat。你们去日本一定会买什么？请在下面留言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。